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是这种奇怪的东西？啊，我直接后置给你们看我收到什么？什么行动电源？你看我在游戏里面扫 QR code， 会跑出这个，完全不晓得为什么。很多人哦，来广角来一下，哎，让我帮你们拍酷酷的照片，一拍就解成就，谢谢你们。七个 gamer 单词的照片，七个 gamer 单词是七个人吧 ？gamer 还是他们是 gamer， 还是真的这张照片里面有很多 gamer 的单字？我看不到，我不想知道。OK， 好，七个 gamer 哦，我要用这个拍，好，这里，这样有七个人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，是人吗？是人对吧？可是他有点要很远的样子。这样，哎，这里吗？哦，这里啦，哎，很美，这样。啊，我昨天有去看到有人教怎么样拍出用调出那个比较。Cyber 的调色，好像、哦、我有点忘记怎么用，没关系。但大部分都是紫色，蓝蓝绿绿。好，就这样。哦 ，gamer 是指那个旁边呐、啊，右边那个寻血警犬哦，面包车，又是两个机车的单词，两只猫，四罐喷雾，来，去二楼逛一下，哎、欸，这边很酷哎 ，Hello， 哎、欸，我看到小猫。这里，我帮猫拍一张背影照。可是这个猫的位置，还有这个猫的花纹很丑。哪里？拍摄团体，哎、欸，哦，酷哦！拍摄朋友的照片，哦。啊！为什么我第一关不行？Hello， 哎、欸，我可以帮他们改姿势，我没有空。这个单字什么意思 ？T E Q U N A T， 我查一下 ，T T E。Q U N A， 嗯，啊 T E P 呀、啊，拍谁？看错 ，T E P U N A， 这，当我没查，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。Hello， 企鹅耶！这边怎么那么多人拿枪？哎、欸，
哦，施工地不能进去。Metro， 这里是地铁啊，地铁怎么变这样？哇，你们很酷哦！哦，干，这个人好高哦，吓到我了。哇，这边很酷哦。我拍到什么？单词？哎，我拍到了，在哪里？又乱来。我只是哦，这里啦。OK， 好。那 FXCF， OK， 然后狗，我们要找一只狗。XCF 应该是会不好找吧？分物罐，这边一定很多。这里，四罐，这里一次啊，三罐。哎、欸，哦，要一次四罐呢、啊？可是他没有写一次啊。还是我用错哦，用到广角。那我这样子一次拍到四罐，应该没毛病吧？然后面包车猫猫，我刚刚有拍到一只，但是它应该用普通镜头。如果它没有写的话，哎、欸，是都可以吗 ？I don't know， 不晓得，我等一下试试看。面包车是哪一台？这个，这个跟那个，这样有吧？哎，可以耶，不用，不一定要用那个。如果他有指定才一定要用指定的。相机去拍，他没有的话随意，只要有拍到就好。XCF 在哪里啊 ？XCF 地板会有吗？这怎么都是杀人的报道、啊？这怎么长得那么像可怕的初号机？看他们的报纸，觉得这个世界是蛮混乱的。还是外星人吗？有事。Join the good fight。叫什么 ？Cyber Driver。这边有没有？这个上面会不会有 XFC、XCF？ 还是就写在哪个人的头上？这个人很撇，他的哈哈，他的眼睛是歪的。我帮他拍一张，好丑，好丑。Korea. When to learn Korea? Free first class. 什么时候开始学韩文？免费的第一堂课，请打这支电话。Cool. 为什么是韩文？猫啊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有二楼。我想到我刚刚是在二楼遇到猫。哎，这里有一个 QR code 哎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我用手机扫看看，看他会去哪里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是这种奇怪的东西？啊！我直接后置给你们看，我收到什么？什么行动电源？你看我在游戏里面扫 QR code， 会跑出这个，完全不晓得为什么。
好像是电池充电还是什么行动汽车用的行动电源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它是电的，哦、好酷哦，太屌了。啊，猫第二只。啊，我要两只一起拍到吗？它好丑哦，天哪！这猫的脸没有我想象的可爱。那、啊、我要怎么样一次拍到这两只？还是我这只 没有拍到？来看我，看，啊不算，不可以算。还有狗哦，要用长镜头找狗。哎、欸，它不能再上去了吗？这里，嗯，这游戏还蛮难走路，会很容易摔下来，而且会有一些小 bug。这样有吗？这样好像不像哦。我要拍过来一点。这里它有一个这个拍对的话，它有一个很小的低鸣的一个音效，咚，这样子可以听得出来。你拍成功喽！靠！我在玩《垂死之光》是不是？还要飞檐走壁？哇，这好夸张哦！这怎么情调极简普通，你拍的非常的普通。这可以走到多高？XCF 到底是两只猫？那、哦、我那两只也不算哦。这样不能算一只，然后我等一下再拍另一只。寻犬，寻血，警犬。狗，你们有兴趣可以扫一下这个。哼，这音乐让我想到那个《风之谷》的。堕落城市，堕落城市有没有？大家都很堕落。哇，摔下来了！哎，Let's play God。海报全部都贴同一张哎、欸，大部分的没有，它其实海报还是设计了很多。那个什么猎犬在哪里啊？
我还有其他地方可以逛吗？这边等于没有。哎，这里有一只猫哎。它不是两只猫哦，这里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好，再来是英文 ，XCF 要竞拍，然后那只狗，它是真的狗吗？还是它只是一个海报，或者是一张图？好，找到了。然后狗最后是狗，要用长镜头。这里有吗？还是他们的图片？卡萨卡纳。什么是寻血猎犬？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地铁了。哎，这边很酷，寻血猎犬，该不会是某一张图吧？我觉得也有一点机会。这只吗？这只看起来也不像啊，还是这个？哎，真的哎，那他妈太近了吧，干！还是我应该要从这边拍？啊，他这样也算我过了。好吧，还个清白，让他酷酷的。那我要从哪边过关？那我过关还要自己找位置。我要去哪里过关？二楼，找一下，完成任务，然后过不了关，谢了。好，在这里，看，几败，好，不错不错。一开始拍蛮快，但是后来那个。因为这个地图蛮多地方可以绕来绕去，楼上楼下。嗯，耶、yeah ！对比度，哦。Congratulations.